估一下在刘老根的时候，就个子矮和胖胖的，然后还帅帅的。然后现印象可能就是有才有才华。啊，真的吗？不可以吧？炒面炒饭，哎，反正他什么都爱吃，就是好吃的他都爱吃。傲红尘，然后最近他不是那个发了他跟纳吾克的一起合作那首歌《飘向北方》。继续你的创作和你的保持你的这个歌声，不停的努力都有收到了回报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你能更加努力，然后变得更优秀。